心想的却不得，一夜苍穹归来，人世已离歌，今生不可得，天涯各奔荣心门，天缘长久人稀开阔，离他不远却近不得，天机一分勇终去远，百年后所幸思念中全歌，离人回应含笑着夜奔长空，余情的树并没消失，好心肠泪不知消失，却总不知有心苍穹正开阔，不我思我叹，一夜不敢求白头，这世间不必多解释，若心痛人不知如何。万世阁向来以铲奸除恶为宗旨，你学艺十五载，此次下山，师父有两个任务交给你。其一是边关骠骑将军郭震，此人镇守边关多年，在边关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，今回都城述职，师父命令还他刀下冤魂之清白，给百姓以公理。其二，此人乃有剑旅上殿殊荣的千余位统领，受我重兵，多年来在都城把持朝政，为祸一方，百姓苦不堪言。不想你是我万世阁武功最高的徒弟，也只有你有能力除掉这个败类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燕长云。此人与郭震不同，武功极高，出手狠辣，为师一打探出他在云少寺常年关照一个关妓，名叫初月。哎呦，燕统领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，是来找初月的吧？哎呀，他天天想，日日念。初月，燕统领来了。是燕统领来了吗？身体不适，特地让我来替他服侍您。哦，是吗？那我可得好好欣赏一下能替初月来服侍我的人，定是长了一副倾国倾城的模样。别急啊。您这样的话，我会害羞的。那我更得好好看看。
春宵一刻值千金呢。燕桐灵，时间可不早了。姑娘这是做什么？初月能做的我也能做，初月做不了的我也能做。想杀我的人有很多，像姑娘这么有诚意愿意付出的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不过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心急。软是挺软，可惜力度还不够。老大，老大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初月姑娘。张榜通缉，全城搜捕。是。是。此次引郭正回都城是为了借他之手查出官友之变的幕后主使，可天不遂人愿，让郭正被杀。少主，郭正被杀后何三元仿佛人间蒸发一般，我已派人四处巡查，目前还没有消息。何三元跟着郭正多年，必定知道很多隐秘之事，不管多难一定要找到他。是少主。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派你来的，看你有没有本事知道。不是要找郭振吗？他就死在我这把剑下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找他。
我这胳膊上哪来的伤啊？啊！这些东西是谁的？小强子。是哪儿啊？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君爷，走吧，下一个。谢君爷。走。这里边啥都没有。走。即刻起，南国都城四城九门由千羽卫接管，来往的男人凡胳膊有伤者立即捉拿。是。胳膊的伤怎么弄的？君爷，这是我上山打猎的时候受的伤，我是这里的猎户，不是贼人。我冤枉啊。我君爷，君爷，不要！我家里还有80郎目的人，我去救命啊！君爷，君爷，不要！站住！君爷，要跑哪儿去啊？回来接受检查。你从哪里来？叫什么名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脱衣服检查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脱衣服！等一下。宫里的，出宫办事还是得小心点。走吧，小公公。快让开！让开！燕统领，燕统领。本官到各府县清查冤案，刚刚回来，不知这都城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，燕某也只是例行公事，还请萧大人配合。啊，既然是例行公事，那萧某理应配合。请。
这是我吗？我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是个男人打扮？你是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啊，那你看啊，这是什么？笔啊，写字用的。哦，那这又是什么？大夫，我是不记得自己是谁了，不记得自己经历的事儿，我又不是傻的。后脑受过伤，嗯，血液瘀滞，经脉受阻，这是失魂症呢。失魂会怎么样？你会忘记你经历的人和事儿，当然你的性情言行举止也可能会变得不一样。那我还能恢复吗？失魂症嘛，我治不了，我先帮你抓一副活血化瘀的汤药。但是我没钱啊。出去。都跟上。过来。今日务必找到小强子，如果让上面知道咱们丢个小太监，我们的脑袋都得搬家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找去。魏大人，皇上正在唱戏，请您稍等。丞相，皇上可在？办事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，是我先来求见的。本相问你，皇上可在？皇上正在唱戏。丞相，萧万里，你也太猖狂了吧！没有皇上的允许，你就擅自闯入？皇上，郭振一死，边关不可无人镇守，请皇上即刻定夺，接替郭振之人。皇上。岳骑校尉何威骁勇善战，绝对是带兵打仗的好手。皇上，何威只是匹夫之勇，并无将帅之才。臣觉得吏部侍郎杨雄最为合适。杨雄没有经验，只会纸上谈兵，请皇上三思而行。皇上三思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。皇上，皇上又跑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功夫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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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小子，堵着偷吃呢。谁偷吃了？我今日吃你一顿，日后还你十顿，够大方的。哎，你也喜欢听戏？对呀，唱的不错，词儿也还行。千羽卫执行公务，都不许动，坐下。知己呀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撤。
咱们都被包围了，往哪撤呀？兄弟，要不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如何？怎么声东？如何击西？看我的！叶统领，这么巧啊，你也来听戏。兄弟本是同根生，大难临头各顾各，对不住了兄弟。哎呀，馒头，热气腾腾的馒头。哎，等一下，客官，买馒头吗？一文钱五个。换两个馒头。啊？一个总能换吧。牌子哪来的？我的。胡扯！小强子呢？我就是小强子。你什么小强子？带我找小强去。不行。大哥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牌子的确不是我的。我一觉睡醒，它就在我身上了。你说的小强子，我也不认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。大哥，你放了我吧。你是大哥，你放了我吧。今天你不带我找小强子，我就得死啊！哼，告诉你啊，要是把我留一刀给毙急了，我什么事情都做出来。大哥，你别冲动。我跟你实话实说，我脑袋被撞了一下，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大夫说了，这叫失魂症。我要是骗你，我就是小狗。嗯，这家伙长得眉目清秀，可惜不聪明，不如先让他顶了小强子的位置，过了眼下这关再说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是个可怜的人呐。有地方去吗？啊，这样，刀狗给你找一个有吃有住，每个月还发饷银的地方，你去不去啊？这样也不错，不如我先填饱肚子，拿了钱我再走吧，反正也不迟。而且这个家伙看上去也不聪明。好啊好啊，谢谢刀哥。哎，走。哎，走走走。哎，别东敲西歪的，赶紧走。刀哥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闭嘴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进来吧。刀哥，这次多谢你帮忙啊。你以后吃香的喝辣的，可别忘了孝敬我呀。放心吧，刀哥，我这个人最讲义气了，你对我够意思，我一定对你够意思。嗯。哎，刀哥，这是干什么的呀？你忘了，你现在是小强子，我得把你阉了，不然让别人知道你是假的，你我都得掉脑袋。刀哥，刀哥，你放了我吧，我与你往日无冤，今日更是无仇，求你了。闭嘴！我把你放了，我怎么办呢？你既然来了，就别想出去。刀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放了我吧，我求你了。小声点。现在我只是割你下边一刀。如果让别人知道了，就是在你脖子上来一刀，明白吗？明白就好。我是宫里出了名的快刀手，人送雅号温柔一刀，一刀了去你的俗欲烦恼。小强子，闭上眼睛啊。
燕统领，伤口包扎好了，我帮您穿上衣服吧。不必。这，那，属下告退。哎呀，怎么哪儿都能碰到这帮人啊！不管了，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不是闯进贼窝了吗？你过来。还不过来！大人，帮我把衣服穿好。前面来，抬起头来。小的面容丑陋，怕吓到大人。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多丑。你是哪里的太监？小的今天是新进宫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小强子。老大，杀害郭真的刺客有线索了。这么凶神恶煞，吓死我了。今晚皇上要来，熏香花瓣该准备的都准备好。今晚呀，必须怀上龙子。皇上驾到。皇上。皇后，太皇太后让朕来找你，朕来了啊！但是朕还有要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等，皇上，皇上，哎呀，皇上你在哪儿啊？我来宫里干活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也在宫里干活，我是太监。啊，看得出来。干嘛去？我跟你说，你别跟别人说啊。啊，我其实想出个宫去。出宫啊？啊，我也想出宫，带我一块儿呗。真的？啊，那你手上有钱吗？没有钱。那你没钱，我也没钱，咱俩出宫了，连个馒头都吃不起。这简单呀，我有办法，跟我走。啊，跟我走。走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别躲着臣妾啊！老大，今日我带着宫外巡逻的千余卫，在城外五里处的河边找到了一艘小船，船里有明显的打斗痕迹，还有带着血迹的衣物、长剑和匕首。和你描述的秦宅刺客一模一样。
我派人沿着河边一路寻找刺客踪迹，在河边发现一名太监尸体。这就是在船里发现的那把长剑。果然是他，老大。最诡异的是，宫外死了一个小太监，宫内的太监名册我查了，一个都没少。哎呀，放心吧，这没人。走。这是哪儿啊？妙音阁，皇上来的地方。哦，哎，那你说的宝贝呢？哎呀，跟我走。这真好，有这么多宝贝。哎呀，想必这个皇上应该很厉害吧？差不多够了吧？难得来一次，怎么能说够就够呢？再说了，这里的东西不也有你的一半吗？真够意思。那是，来，走。走。哎，慢点。走走走。你对宫里这么熟啊？进宫比你早啊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兄弟，你先走，我顶住。顶什么顶？这我比较熟，我随便跟他们说几句，就把我给放了。你去南门那边等我，我马上过来啊！又见你一次，快走。参见皇上。刘公公，你们内侍省十个小太监，为何现在只剩下九个？另一个去哪儿了？另一个，说话。小强子，叶统领，饶命啊！饶命！你是哪里的太监？小的，今天是新进宫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小强子。集合所有千余卫，搜捕太监小强子。走。是。走。小强子是假太监。没错，先杀了郭震，然后在老宅刺杀我。没想到现在为了杀我，居然敢混进宫中。替抓起来好好审审。不，他有可能知道我真实的身份。直接除掉。是。搜，叶统领有令，发现小强子，格杀勿论。是。兄弟，对不住了，再不走，我脑袋就搬家了。总算找到你了。内侍省太监小强子，盗窃宫中财物，就地正法。救命啊！且慢。
参见皇上。不装了，摊牌了，我是皇上。禀告皇上，此人是假太监，他冒名顶替入宫，图谋不轨。燕统领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啊。皇上，臣发现宫外死了一个太监，内侍省却没有少人。刚才小强子想要逃出宫外，臣怀疑。那也不能证明小强子就是冒名顶替的呀。朕还是相信小强子的。皇上，是真是假，验明正身便可知晓。不行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虽然是个太监，但也是有尊严的，哪能说验身就验身啊？小强子说的有道理。皇上，若真有贼人混入宫中，不但关乎您的安危，还要为太皇太后和各宫娘娘考虑，此事万不可大意。这燕统领说的也有道理啊。小强子，你就委屈一下，反正也没事儿啊。传燕身太监，这下完蛋了。禀奏皇上，小强子确实进过身的。燕统领，你看，误会。虽验明正身，但他盗窃宫中财物，应当严惩。不是皇上，我不是我盗窃的，皇上。误会误会，燕统领，你又误会了。这些东西啊，不是小强子偷的，是朕赏的。哎，对对对，皇上圣明，皇上明察秋毫，天衣无缝，神仙下凡。既然皇上说是赏的，臣也不好再说什么。臣告退。走。哎，燕统领，皇上，燕统领，燕统领，他不用走，他是朕的内侍。皇上何时做的决定？刚刚。不可。凭什么？皇上都同意了，凭什么不同意啊？皇上，宫中的确混入不明之人，在未找到嫌疑人之前，他不可留在皇上身边。大胆燕长云，你都验明正身了，还要无理取闹？朕平常是这么教诲你的吗？皇上。话都说出去了，再说回来，不是一点威严都没有了，给朕个面子，啊！知错就好，这样休息了，你先下去吧。臣告退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没想到您真的是皇上啊，那咱俩真的是有缘分，先是在西苑里遇见，成为了兄弟，之后在宫中就又遇见了，看来我注定就是要来伺候皇上的。既然老天注定，咱们就珍惜缘分，以后在宫里朕罩着你，出了宫你可得罩着朕，咱们苟富贵勿相忘。啊，好，您放心，狗富贵了都不能忘了自己的兄弟，那我就更不能不仗义了。你这人真有意思。老大，那小强子怎么办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宁可错杀，不能放过。是。但是他现在在皇上手里，不能留下任何把柄。
海茫茫，路漫漫又长，儿时一面流年难将往，世间多沧桑，天涯各一方。暮色落林散，月光浮离殇，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，人间有柔肠，情字长心藏。抽刀断水谁流淌，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，牧马鲜衣只为去你红妆。曾排尽情爱最难放，为你舍断今生又何妨，我把这温柔私藏，与你醉一场。若真能与你痴爱一场，何惧风雪扰乱我心长，何空世事的山高水长，一念一梦一生把你放心上。若真能与你痴爱一场，何惧风雪扰乱我心房，不舍不忘不悔是为你衷肠。心肠，何空世事的伤。